念佛人是十方诸佛都赞叹的人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容易，你别看他成就很快，每一个念佛人大乘经上都说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句话听懂没有？如果过去生中不是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他遇到了，信了几天他退心了，再不来了，有没有这样人？我相信诸位都说有，不但有，很多，到处都是啊。什么原因？善根福德不足啊。弥陀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话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没说错啊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善根福德因缘不足的人啊，即使念到临命终时不相信，怀疑了啊，原因都是善根福德因缘不足。啊，不足的人能不能补足呢？能。我们也看见了。用什么方法补足呢？就是老实念佛，专念这一句佛号，万缘放下，你就很快补足。啊，经上讲的话不是假话。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你就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念佛可以补足我们过去生中修集善根福德了之所不足，全补起来了啊。多长的时间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，往生传里面看到，大概是3年左右就补足了啊。那有人要问了，我念佛念了30多年，为什么往生一点把握都没有？念了30多年，不会念呐。怎么叫会念？念佛的时候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叫会念。你想想看，这三句话你做到没有？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面还有很多妄想杂念没放下，佛号常常断掉，啊，不知不觉断掉了。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接着念？断的时间长，念的时间短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会念呐。啊，会念的人，这句佛号一生接着一生，不间断。
佛号当中没有夹杂妄想杂念，没有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纯净纯善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这叫慧念呐、慧念不容易啊，慧念的人真有效啊！啊，他念一声佛号，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我们念十万声都消不掉。啊，因为他们的念是净念相继，就大势至菩萨说的，啊，净是清净的，是净念的，这个净念就是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。我们有怀疑，有夹杂，啊，有怀疑，是我们不能专注的重要原因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，对于身体，对于亲情，太在乎了，不能放下。这个念功夫就不得力了，要真正能放下，真正肯放下，啊，放下不是远离一切尘缘，啊，要修吉祥理想，即事即真，真修行，真功夫。啊，事项在面前没有离开，心里头不住，这叫真功夫。啊，古人有个比喻叫我们，叫用心如镜。这个比喻好，镜几乎我们都不会离开的。早晨洗脸要照照镜子，晚上睡觉之前也要照照镜子。啊，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我们用心，心要像镜子一样。啊，对面照得清清楚楚。镜子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不但人去，镜子里头没着相，正在照的时候也不着相。这不着相啊！啊，凡夫的用心就像照相机，照一次落个影子在里头。啊，如果用从前胶卷的那个照相机就更明显。啊，里头有这么一张底片。照一张一个影子，照十张变成十个影子，
洗出来看不见了，照一百张可能是黢黑一团，用来比我们的用心呢非常好啊！啊，如何学着哎照见不落影像？啊，佛法叫不着相，不着相就是即相立相，这是真功夫，这是大修行人。啊，初学的人没办法了，一定着相啊，怎么办呢？原理。啊，找一个清净环境，人很少的地方，就古时候建立修行道场，都在山里，深山里头。为什么人不容易去？啊，也不能叫人不来。啊，住在山顶上，上去好辛苦。啊，人就少了。不是诚心诚意来拜佛问道的，他就不会上来。啊，不作为观光旅游的景点。这是便利于初学，学成功之后了，大修行人了，真的能够即相立相，不执着了，他就不出山了。他住在城市里头，住在热闹地方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教化众生方便。啊，到不着相了，才能教化众生。为什么？跟众生接触啊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。啊，智慧是清净心生的，平等心生的，不生烦恼。啊，看得比谁都明白。啊，有烦恼的人把人看错了。好人看成坏人，坏人看成好人，这有烦恼的人呢，把事看错了，把理看错了，就全看错了。啊，全都看错了，不能弘法利生。啊，放在深山里修行，到什么时候能不着相？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行，可以出去教化众生了。啊，这并不是很高深的。《金刚经》前半部说的，最起码的条件。金刚经后半部高了，那是已经大成就的人。啊，金刚经前半部是菩萨学的，后半部是诸佛如来的。不但不着相啊，念头都没有。你看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但是念头都没有啊！他有没有念头？他真没有念头。万法一如没有缘的时候。它是常寂光啊！
有缘的时候随类化身，随缘说法。佛有没有一定的相？没有。佛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就现什么身。所以佛没有一点身，佛没有一定的相，佛没有一定的法。啊，那些相，那些法，都是从众生心生的。你那里才起心动念，佛这里就有反应，那个反应就是回答你。凡夫有起心动念，佛的反应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真正高明的，痕迹都不着啊！啊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基础啊，我们从哪里下手啊？啊，大乘真难。大乘是从断烦恼下手，我们的烦恼自己揣摩，能不能断掉？断不掉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我们遇到佛法也是望洋兴叹的。不得受用。遇到这个法门，啊，准许我们待业往生。希望我们换一个环境去学习，到他的环境去，啊，到他那个道场，他那个道场那个环境，能随我们自己的心意，啊，真正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我们就好办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用这个方法把烦恼习气断掉的。你爱黄金，到极乐世界你居住的房子全是黄金造的。啊，地面上也铺满了黄金，你就不再贪了，不再想了。啊，黄金对你那个意思就失掉了。啊，你爱珠宝，那你那个房屋啊，都是珠宝建的。太多太多。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文不值了。
佛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贪嗔痴慢化解掉。啊，居住在极乐世界的修行人，一天到晚你看到他满面笑容，你想发脾气，脾发不出来啊。面对一个笑容满面的人，脾气怎么发发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在极乐世界，你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顺心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你见到的事也如是，你见到的万物通通是随心如意。啊，负面的意念不会发生。阿弥陀佛，这一招是高明到极处啊。而且每一天讲经教学，在极乐世界最快乐的事情是听经闻法。为什么呢？消业障，增福德，长智慧，法喜充满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去问，什么是第一桩快乐的事情？他一定会告诉你，听阿弥陀佛讲经。没有比这个更快乐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充实了。啊，你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所说之法，字字句句都是自性里面圆满的智慧流露。啊，真实信德的流露，相好庄严。不但我们这个时间见不到，十方诸佛刹土也见不到。这什么原因？我们要想一想极乐世界的历史，它从哪来的？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想事成变现出来的，他的心想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胡思乱想，不是。他到十方诸佛世界去参学，用现在的话是考察啊，调研，去调查，去研究啊，十方世界一些好的他通通接受了，不好的全都不要。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如来真善美好的大乘啊，十方世界里面不善的极乐世界找不到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还得了吗？
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我们遇到了，可惜呀，对他了解不够透彻，认识不够清楚，所以往往怎么样，当面错过。啊，前天错过了，昨天错过了，今天又错过了。啊，怎样是不错过呢？真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啊，万缘真放下了，一心一意念佛了，那今天就没错过。就这一句佛号，除以这一句佛号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无量寿，无量光。啊，无量庄严，无量美好。数之不尽啊，我们感恩阿弥陀佛，建立这样殊胜的道场，帮助我们一生圆满成就。感恩释迦牟尼佛，如果不是释迦佛的介绍，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啊，释迦佛在世，常常提到啊，专门介绍极乐世界，给我们讲了三部经。无量寿经，细说西方极乐世界，讲得很详细。啊，观无量寿佛经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理论依据。凭什么理论成就的？修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到达极乐世界？啊，讲道理，讲方法。第三个是小本阿弥陀经，啊，是简简单单介绍。便于受持，文字少，不长。啊，希望用它来做早晚课。用它做早晚课的目的何在？在修心，这容易一点知道。我们的心是散乱的，啊，向东向西，念头不能集中，先念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把妄想杂念放下。念头集中在这一部经上，集中之后，用这个心去念佛，就能生效果了。
为什么？心真诚，真诚心现前，恭敬心现前。啊，真诚恭敬，诚，一个杂念都没有，这叫诚。有一个杂念，诚心破坏了，一切都破坏了。不许有一个杂念，所以念佛的时候，最好把所有一切干扰都要把它制止啊，不能有客人来干扰，不能有电话干扰啊，在家里念佛期间，外面客人来的时候，有门铃，啊，门铃把它关掉，不响；电话拔掉，不响。啊，家里有电视，通通关掉，关闭掉，专心。啊，这是表示你的诚敬。啊，你才能真正达到专心。啊，一心一意，全心全意。请念这句佛号。念佛号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为什么？我们跟阿弥陀佛直接沟通，这一句佛号是直接沟通。啊，我念弥陀，弥陀念我。下联句老居士说的，啊，每一天有一定的时间。多半是在早晚课跟极乐世界联系，功夫纯熟的时候是二六时钟，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跟佛通通融成一片。这个境界在净土中叫做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，功夫有浅深不同。啊，浅的功夫成片，像我刚才所说的，那是功夫成片。深的，烦恼不生了。啊，见思烦恼不生。叫事业心不乱，无名烦恼不起了，那叫理业心不乱。啊，念到理业心不乱，他生十宝庄严。啊，在十报图里面修行，等待无名习气通通尽了，断尽了，自自然然就回归常寂光了，证得究竟圆满
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。